喜欢王这样的初游啊？嗯，放心，我知道自己已婚妇女的身份。不过，我们30天的离婚冷静期已经结束了。思琴，不要总是故意找我。 我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子晴，男人的占有欲我也有，甚至远比你所以为的还要阴暗。你别这样看着我，不然……害怕了？对不起。 提醒过你了啊，别再这么看我，景琛。你能不能戴上金丝眼镜，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？我这个人最受不了这种低声线的嗓音，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再加上斯文败类的金丝眼镜，我的妈呀！ 这也太带感了吧！金丝。